对，我在喝八戒，不是说谁也帮不了，我们谁也不帮，对吧？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去议论他，做好自己比谁都实在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呀，他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说什么正能量不正能量的话，知道吧，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不还有那句话，你们不要在我直播间带节奏啊、嗯！你们支持有支持阿伟的，有支持阿紫的，对不对？你支持阿紫就安心的支持他，你们什么都别说啊！支持阿伟的，你有支持阿伟就行了，你不要去哦、嗯，你因为你支持阿伟，你就去说人家阿紫的不是，你不要你支持阿伟就支持阿紫，你就去说人家阿伟的不是，对不对？这世界上没有谁对谁错。还是我今天下午说的好，这世界上没有谁对谁错，人生，人生它就是一场戏，它怎么选择，怎么弄，怎么做，它都是说靠一个人他的一个沉淀，是不是说啊一个节目，每个人他的人生都必须要沉淀，他都是需要一个过程，如果说你一个过程都没有了，那你这个人生也不算是说太完美。你人生中有很多坎坎坷坷，是吧？阿紫现在那不管他经历了什么，他是他人生中那说明这辈子他应该经历的，说明他命中注定该经历的，是不是？那阿伟他现在经历的也是他命中注定该经历的，等他们都经历了过后，他们可能说就会更成熟更稳重，是不是说啊一个姐妹？你们说我做的对不对？包括你们也是，你们所经历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年轻时候经历的一些过程，是不是走过的路，那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人生的规划不一定是说就像父母一样跟我们规划走得一帆风顺，是不是？但是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每个人都有过程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说让我帮谁啊、帮谁都不是啊、我们谁也不帮，我们就是站在一个中间人一个中立场，知道吧？你们也可能说去帮阿伟，你们也有支持阿紫，那我保持中立场，我谁也不帮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背后议论他们，我也不背后说他们，对吧？反正我就给你们说的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们支持他就支持他，我们不要去议论他，是不是说啊一个姐妹？我们不要去议论别人，对不对？议论人家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当你回想一下，比如说你的子女在外面让别人议论啊、那又是一个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说呢，当你的子女在外面被人议论的时候，你的心情肯定是很不好的。你可能想的是啊，帮我子女找回场子啊，怎么样？说回来，就是没有必要，是吧？格局大一点，格局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做人这个格局吧，怎么说呢？你的格局不能那么小，是吧？你得展示出来。你不管做什么，你的格局一定要大。你的格局有多大，心就有多大；格局有多小，心就有多小。你不一定要人生，我操！人生怎么说呢？你的环境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因为你去改变环境，但是环境会改变你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！你不可能说马上去改变环境吧？你永远不可能说改变你身边的环境，永远不可能，这是一句实话。但是环境会改变你，会把你成，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你的环境会慢慢的把你磨砺下去。对的，命中注定。芬芳阿姨，你没点给我点关注啊，不好吧？你是三级粉丝灯牌了。这不是抽烟，我的镜头太花了，我没抽烟。
我的镜头太花了，我镜头上面有那个沙进了灰尘，然后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手机镜头就花。改天我给你们改天我换个手机，然后它就不花了，对吧？哎，你们都在那里说易老板结过婚，对吧？儿子的干妈说的，眼见为实，对吧？眼见为实，你们不一定就要说易老板结过婚，万一人家没结过婚呢？你们就不是怎么说呢？纯属造，纯属造谣嘛，对不对？说一个就，半夜好，没有休息，我还在。嘿嘿，我还在这个，对，缘分，哎呀，反正他们心不正，那谁不行呢，对吧？那易老板结没结过婚？其实我们从怎么说呢，我虽然说我不认识这个易老板吧，但是还是那句话说的好，我们从他的视频，其实视频包括他直播能看得出来一点，真的，其实他能看出来一点，他不像是一个结婚人士。如果说结婚了，对不对？他还能像天天晚上这样直播吗？出去到处跑吗？那不可能的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也，他不管在哪里住院或者干什么啊，但是我们不要去造谣就行了。你不管他结没结过婚啊，对吧？就我说句难听的话，哪怕是他结过婚，那是人家自己的事，对吧？更何况人家没有结婚呢，是不是？刷一个去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加不上？怎么加不上？粉丝灯牌还是粉丝群，对吧？怎么两个芬芳？两个芬芳，我这里一个18级，一个11级，两个芬芳，一个是我的粉丝，一个是那个。莫少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易老板的那个粉丝灯牌吧，是吧？没有啊，两个芬芳，真的两个芬芳。行了，刷一个姐妹，哎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我呢，我也播不了多久。我明天给大家说吧，谢谢雷姐，谢谢雷姐送的礼物。我明天吧，明天给大家说，好吧？我明天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什么大好人，你们表面现象，我表面现象，不是什么大好人啊。一种身份证，其他主播都不会，我也可以把我的给你们看呀。我在车上，明天我也把我身份证给你们看。真的，明天我也把我身份证给你们看，不骗你们，我骗你们干啥？我明天我都把我身份证给你们看，绝对是最真实的身份证给大家看，打赌。我真的喝，我正在玩呢。我现在都在喝，就是在喝。阿川支持阿伟，我谁也不支持，就那么简单，我谁也不支持。我谁也不支持。说我的故事，不能表白人家的事。我的什么故事？我没有故事，我只有事故。我没有故事，我只有事故。我的一生全是事故，没有故事啊！说白了，姐妹，我的人生全是很悲惨的，凄凉，悲惨，对吧？我都没有故事，我只有事故，到处都是事故。
你怎么喝酒？喝酒好啊，喝两啤酒好睡觉啊，是吧，姐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喝两啤酒刚好可以睡觉。我女朋友，你们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？你们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？如果你们要介绍的话，就可以。嗯，妈呀，我，谢谢谢谢。我还有最后小半瓶儿，我小半瓶儿，最后我小半瓶喝完我就不喝了，然后我就去休息了，刷一个姐妹，好吧？行不行？然后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我最后还小半瓶，再过个几分钟我就给喝完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明天我给大家讲一讲，好吧？明天明天中午行不行？刷一个姐妹，明天中午我给大家直播一会儿，好吧？明天中午12点多，不见不散。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啊，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早点休息。哎，我不想看你们挑拨离间了，我不想看你们说太多。明天中午12点钟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些事情，好吧？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，拜拜。拜拜。